这几天有两则新闻，单独看也没什么，但放在一起看，那可真的是要炸了。这对比度简直太高了。第一则新闻是三月二十六日，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决定无限期推迟原定于下周举行的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根据计划，美国与东盟十国的领导人峰会应该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举行。 然而，现在的消息却是被无限期推迟了。报道并未就推迟原因进行说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三月二十五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期待着欢迎东盟国家领导人来到华盛顿参加特别峰会。然而，最终结果是十国去了一国。三月二十九日，拜登只能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会谈，而拜登准备讨论的内容是亚洲安全。 供应链中断和乌克兰局势。第二则新闻是据外交部网站三月二十八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菲律宾外长洛钦、缅甸外长温纳茂伦将于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三日分别对中国进行访问。巴拿马外长莫伊内斯将于四月四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美国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有九人没空，只有新加坡一国实在抹不开面子去了。然而，中国一招呼，立刻来了四个国家，其他六个国家肯定也会陆续来访。由于对待中美的对比太强烈，从美国角度想，这的确谁看了都气。但没办法，东盟现在很买中国的账，但看起来并不怎么买美国的账。我们不仅要问。 为啥中国邀请东盟国家访华，他们很积极；换成美国就直接没空不去了呢？美国还是美国总统邀请，规格更高。然而东盟国家像商量好的一样，就是不去。其实东盟国家之所以有九个都爽了美国的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给他们带来的危险预期。 我们只需要看看拜登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的内容，就能深深感受到美国满满的恶意，真的是太恶心了。拜登与李显龙谈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亚洲安全、供应链中断和乌克兰局势。关于所谓的亚洲安全，美国很显然是想继续老调重弹，制造中国威胁论，尤其是挑动南海威胁的论调，制造出中国威胁论之后。 美国接下来是想推动美国与东盟的军事合作，告诉东盟美国能保护他们。美国为什么要推动与东盟的军事合作？其实傻子都知道，美国是想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然后拉上东盟国家一起对付中国。和李显龙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竟然是供应链中断的问题。谁和谁的供应链中断？美国很显然是在暗示。 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供应链中断，同时美国想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从而让东盟与美国的经济扣得更紧。至于乌克兰局势，美国肯定是想拉东盟国家一起谴责俄罗斯，然后一起制裁俄罗斯。看到没有？这三个议题哪个不是敏感议题？哪个不是把东盟国家往火坑推的议题？其实对东盟国家而言， 中国虽然是世界大国和军事强国，但中国从来不搞扩张，也不会威胁他们。如果没有美国不断在亚洲挑事，亚洲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问题，或者说至少东南亚和南海根本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中国与东盟什么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进入两时代了。中国东盟连续几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被东盟国家带去的是持续的发展机遇。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潜力市场，对欧盟来说简直是财富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有什么安全问题？东盟国家估计都天天烧香，希望美国别再来捣乱了。拜登邀请不去，表达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不想被美国当枪使。拜登还要和东盟国家领导人。 谈供应链中断问题，这里不禁要问：美国、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是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与各方建立更加深入的经贸合作关系，这哪里有什么供应链中断问题？只要全球不爆发新冷战，哪有什么供应链问题？然而，过去数年，美国一会搞贸易战，一会推动新冷战，其目的就是要打乱甚至打断全球的供应链。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是美国想要打乱甚至打断全球的供应链，所以才来游说东盟。那么，美国想打断谁或谁的供应链呢？说白了，就是想制造东西方对立，搞新冷战。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想做的是获得东盟的支持，让东盟站在他们一边。一旦东盟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就认为在经济上可以把中国围堵的死死的了。 然而，问题是，你美国能给东盟什么呢？东盟凭啥站在你美国一边呢？中国东盟二零二二年的贸易总额将超过九千亿美元，美国给的了吗？其实，说起乌克兰局势，美国想要的是东盟国家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但东盟国家会想什么呢？站在东盟国家的立场，他一定会想：乌克兰跟着美国混了八年，把本来和平稳定的俄乌局势闹成了开战。 把领土闹得四分五裂，但在乌克兰挨打的时候，美国做了什么？事实上，美国除了动嘴之外，什么实质性的支持也没有提供。那些所谓制裁能阻止俄罗斯战车吗？那些所谓的武器能挡住俄罗斯的导弹吗？东农这些国家谁都知道，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在美国的指导下作死的，如今已覆水难收。东农国家为啥都不去赴拜登的约？ 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他们不愿意南海动荡，他们不想当美国的炮灰，就这么简单。可能有人会说，那新加坡为啥去了？答案很简单，新加坡不得不去。相比其他国家，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更密切，而且新加坡一直以扮演中美桥梁角色自居，所以他一定会去。但是只要新加坡脑子还清楚，他就不会再重走过去老路。 在中美之间去站队。至于东盟的其他国家，通过俄乌战争，他们都看清了美国。那么，美国拜登总统都叫不到的东盟国家，为啥中国一叫就来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中国与美国相反，不会给东盟制造任何麻烦，不会引导东盟与美国搞对抗，也不会去推动地区敌对，更不会去制造地区争端。中国希望和正在努力做的。 是把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到二点零版，继续提升彼此的经济合作水平，继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各国人民谋福利。再说的直白一点，中国在给大家创造发展的机遇，在帮助大家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样的中国谁不欢迎呢？美国激化俄乌矛盾，制造了一场战争，为的是实现俄欧尖锐对立，通过给欧盟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 大幅提升对欧盟、北约的军事控制。美国实现这一控制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全力对付中国。美国要全力对付中国，就必须制造各种危机，譬如朝鲜半岛危机、中印危机、南海危机、台海危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朝鲜试射了火星炮时期的核导弹，射程超过一点二万公里，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地方。 如此一来，美国要制造半岛危机，就得掂量掂量，搞不好八零后一激动会出大事。让美国失望的还有印度，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在中美之间本来一直站在美国一边的印度，毅然决然的在美俄之间站在了俄罗斯一边，接着又大力改善对华关系，这简直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重创。现在又轮到东盟国家了。 东盟十国九国拒绝了拜登的邀请，这南海的局谁还配合他？无限期推迟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人家不去搞不成了吗？现在就剩下台海危机了，美国敢直接制造吗？敢制造出来，解放军一出手就统一了。